介绍一下新活动。哦，所以这个活动内容，然后他好像要出了一个时装吧。哇塞，好了，其实重点就这一个了。唐伯虎，欸，所以他这次新增的唐伯虎耶。哦，终于过了。接下来资源都要一直非常的小心去弄，因为资源越来越少。再学一下好了。今天就玩到这里啊，最后擂台一下，祝福顺利。